那天我跟那个刘汉雅小姐阿雅在后台碰见，嗯，然后阿雅就跟我说她真的很热爱演戏，嗯，然后她我以为是整形嘞，她最近放上网络的照片，有的看起来还是不太自然的，好奇怪哦，还没消。OK， 她怎么永远都处于还没消的状况？而且我觉得演戏真的很危险呢。而且演戏真的，我觉得那天拍广告的感想就是，你一上场，导演常常会跟你讲一句话，是你完全没有料到，说啊要这样吗？然后对我来讲，只是真的演员们听起来很简单，是对我来讲压力很大。比方他说推开窗户的时候，同时说台词，我就觉得说这很难的，你就我懂那个心情，同时做两件事。对，因为我也是遇到一个导演，他说你哭，哭完之后你要给我一个觉得自己很美的样子。好，然后我想说哭完之后又觉得自己很美，这太复杂了吧？哭完怎么觉得自己很美？我要看我。我就这样子，我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对，要说出口，说我怎么那么……就是我先哭的时候，观众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哭，然后原来我是要哭自己怎么会美成这样。我最近的广告，你最近可以搜寻一下，有这个。你根本就是广告界的黑天鹅，而且等一下就会拿玻璃戳自己肚子。可是当时我收到这个指令的时候也很紧张，觉得不合理。是，然后哦，还有就是我不会骑脚踏车。你不会？你念那么多书，你不会骑脚踏车？很怪，对不对？你姐会吗？他不会骑转弯，一定要骑直线。赵哥，如果你以专业的制作人的眼光来看，你觉得谁是第一女主角，谁是第二，谁是配角？啊，你好，这题很难耶。对你这样讲，我都得罪。其实三位都是女主角，也都是。谁要听这种废话？你可是赵正平。好，那我就明讲。不是，这个这个不要，哎，早上刚开场哦，大家再醒一下。你刚刚那个很有气魄，对你明讲吧。看坐就知道了嘛，那凯旋就坐中间了，不是吗？郑凯旋就应该是那个了。我不知道他，因为那个戏我没看，我不知道他的女主角的设定。小潘，你还不摔名牌走人吗？你走啊走啊，小潘，走。所以你们去谈事情的时候，会跟制片问说我是一还是什么？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大导演拿剧本给我看。然后因为我真的是抽不出时间来，可是还是想要知道一下我在戏中的戏要重录吗？要重录几次？就是我还是会看一下，想说那我在戏中是属于哪一个那个 level？ 对，有些其实不是第一耶。有人敢？就是是重要的角色，可是并不是很多。因为你毕竟是偏门的演员啊，就是没有重录重录。就是你不是走演戏路线，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啊，那你就客串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就好了吧。所以比方说《西游记》，你就不能演猪八戒，你要演蜘蛛精。搞不好我们这一集整个重录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很多让我不开心的地方。你才让谁跟你讲猪八戒？谁跟你讲猪八戒？是猪精。要玩是牛魔王啊。所以今天中间三位女主角是《恋恋阿里山》，旁边两位男士，我们来插花的，插呀。赵松来谈演戏的经验呢？制作的戏剧的方向。你今天应该是要聊减肥的经验吧？怎么今天？对啊，刚刚阿咪老师还讲说怎么胖成这样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很久没有来康熙，是因为很怕我们问这件事吗？没有吧，是他们不找我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的吗？那就好好聊这件事啊。我为什么？今天不是要聊拍戏遇到最危险的事吗？就是跟好朋友亲嘴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，从手扶梯上跌下来。因为如果好朋友亲嘴，那你下次跟赵哥也可以亲嘴啊。可以啊，如果他不介意的话。佩旭好人啊，佩旭这人不错啊，你要救他、啊？也不是，不是，谢谢赵哥。所以赵哥，你是说如果戏里面需要你跟他亲嘴，你会愿意哦？那个片有人要看吗？我个人。对啊。那你为什么要亲蔡淑臻？好跳痛哦！往事如烟般飞过眼前，是在网上突然出现了蔡淑臻。有什么事情还没做，赶快做。而且他还拍过一个什么撞车的戏，说只是在身上塞硬纸板就去撞。我觉得那也不合理，那怎么可能拿捏到那个速度？真的啊，真的啊，菜没有好含扣的啊，而且你就会想要是我是男生，我可以自己来啊。菜没有好含。没有什么好蔡淑臻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意思吗？我是说真的，他在跟你们聊蔡淑臻，这是一个暗示，我懂了。所以蔡淑臻就是很
来宾喜欢用简短的方法撩人哦。我是说资历菜就不要什么好含扣，你要表现出你的认真跟努力。含扣这个话是在戏剧圈会用的吗？会啊，这是一个黑话。含扣意思就不会回击了。对对对，回家顶嘴或者。所以你会用含扣造句吗？会啊，你造一个。造一个含扣的，对，下次如果你再敢在节目上弄我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你含扣回去。所以陈汉典，你这种角色凭什么含扣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也可以这样造合理吗？这样造可以可以。有一天我也想要含扣小 S， 是这个意思是不是？哎，也可以这样讲，都可以。每次语气都我不会含扣，对吗？文法很生硬啊，不会含扣。而且你怎么办？你本来要模仿罗志祥，现在变成红龙红龙红哎。其实我也可以变成刘谦。好，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比较像刘谦，对，像刘谦呢。是是是，所以说百变天王。所以你的演艺生涯是靠着模仿不准确来发展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最近才走出来的路线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讲说你是谁，但是一看就知道那个人来了来了来了。那是谁啊？红红红。没错。怎么给他深入？那听音乐就知道了嘛，其实对，都是靠阿咪帮助你，这样不行。你如果没有阿咪，你人演艺事业就毁了。罗志祥，红龙红，这个演很久了。反正我不会含扣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含扣看看吗？没有，不会不会不会。你试着含扣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人生就是含扣啊。确定吗？嗯。也没有什么跟你们好含扣，你们对我这么好。你含扣一次，我含扣你一万次。这要注意。你作为一个这么优秀演员，你没有办法跟赵正平舌吻吗？不行啊！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失去勇气？你们两个今天一直弄来弄去，怎么会这样？从阿雅开始就一直讲弄来弄去，因为赵哥在想要逗一下。赵哥，今天你是跟曾凯旋第一次碰到本人吗？对，第一次看到他本人，所以有没有觉得艳光四射？长得还蛮标致的，好老派。要不要拿绍兴酒跟花生米来给？因为人那个悬崖边能容纳的人也不多，大概就导演、摄影师，然后还有一些指导的教练、演员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当时我决定要跳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一个点头，然后我就跳了。所以经纪人是隔着玻璃门看着你跳，应该经纪人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可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安静的，好可怜哦。所以你没在怕的事吗？我有怕的事啊。如果要拿着蟑螂呢 ？OK， 这也 OK。如果徒手要捏扁蟑螂呢？可以，捏出浆然后吃下去。吃下去。演员即便知道要闪躲，但是开车的人呢，他突然缓个神，忘了一秒踩刹车，一秒就撞完了。是，所以很恐怖的啦。大部分都借位。为什么你接吻会借位，可是撞车却不接吻？岳父不答应你们交往。然后，那个，然后我就要去肉身挡车，这样，然后他就要从那开过去，然后我就要正面的挡到之后，我要他帮蔡淑娟肉身挡车，然后我要翻到引擎盖上面。滚到车子旁边，然后垂地哭泣，这样的 feel。所以蔡哥是为了报恩，才在那个戏院手扶梯上吻他。到底有没有要讲危险那一趴？有啊，我要听啊。所以亲蔡哥是真的很危险，因为他是经不起诱惑的人。因为我后来看那个报道啊，对，记者就挖说，没有，这是他们。